过去迄阵是讲关心咱的劳工，即摆咧，大家拢又细细穿西米露，连恁的查某囝拢做权贵，恁的美国民党权贵。因个查某囝讲，迄是公司是人个啊，是啥个？是恁新潮流个啊，新潮啊个，是毋是？迄毋是公主，逐天都穿水水做啥消费员？第一个算着来做调费，三碗尻川贵几毛尔呢？食无三杯应才要上西天啊！啊，这是民进党啊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你爱讲社会改革，迄就是欺骗社会，尤其是社会上上弱势者个人，食人个肉，吞人个骨。连屁股歪屁出来呢，我要想迄种型滴个，达官市拢有啦，还是足敢死的啦。我嘛听阮的朋友伫讲啦，伊计划时阵，伊就甲你讲，我甲你打无吹破，就是鸡卵飞飞三飞啦。伊讲这鸡出来是我捡的食啦，藏富于民啦，敢死也无。我今日甲大家吼，来讲无同款的啦，吼讲。民主进步党啊是甚物换歌？我先甲大家讲啦，有个人讲啊，你是无做教授了后，才良心发现讲唔是。我四十年来批判执政党无分蓝色个、青色个，四十年，吼 ，OK， 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无你五人主地被干掉无要紧啊，你知无？吼，吼，监督政府是会用你啦，对啊，唔对啊？吼 ，OK， 我讲民主进步党。要甲大家小可讲，有一个吼法国人，泰达家叫做伏尔泰。伏尔泰，好，伏尔泰，伊是天主教徒，我是算天主教徒啦，吼。啊，当初迄个时阵吼，古早迄个时阵，天主教有较腐败啦。啊，迄个法国去控制即个言论自由嘛，所以伊讲足侪反政府的物件，足好胆，是伊是算我心目中的英雄啦，吼。伊讲吼，伊讲到迄阵的。德国古早德国，个奥地利叫俄国叫做神圣罗马帝国。伊讲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不罗马，更不是帝国啦。嘿嘿，啊，所以我这边来讲，民主进步党无民主嘛无进步，连政党嘛唔是啦。好，所以今日闹时间差不多二十分啊，十八分，我甲这三分三部分甲大家介绍啦。哈，民主。咱我过去是政老是威权嘛，所以咱当然是希望追求有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个国家嘛，对不？但是呢，第一项咱感觉上袂爽，今日咱徛着，正是为了啥物货？为了中天嘛，干毋是嘞？中天到底是犯着啥物天条呢？对，硬要关。对。啊，即摆讲你司法已经甲伊讲啊无啊，拢硬要甲你硬要甲你食罪就对啊嘛。啊，所以呢。到这个时阵，咱过去，我大学的时阵，那迄阵拢有动画杂志啊，啊吼，有滴甲你吼，动画杂志会甲你没收啦。但是人迄个警察啦、新闻局的时阵，拢甲你没收一部分就好。部分对。安尼你才有法度继续永续经营，阿伯我才有敢过来抄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呢，人古早时阵，人我迄个古早时阵，那迄个鸟鼠啊，甲鸟的走小味同款啦，吼，对不？伊也要给你一个一套开，给你当穿柜同款。即摆无啊，抄家灭族。啊，你甲看电视看起好，啊，即摆剩五十五、五十六年嘛，吼，啊，出来咱中天拢是 YT 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过啊，迄种青色的，哎，青色不如一般来讲，讲青色对目睭较好。我讲许，我从金门这边啊，加两色尔，蓝色的海。啊，甲青色个树啊，夭寿啊！啊，看到树啊，看较久，可能个形状你敢知？看到做叶就对啊啦，吼 ，OK， 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言论本来是多元的，敢毋是？和老百姓家己去判断对啊，唔对嘛？啊，你是敢当作囡仔吼？嗯。NCC 管他这要创啥货啦？啊，这边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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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知我去上 T 台的时阵，伊拢甲你一张单啊，讲这边讲，这边讲，拜托各位，吼，各位来宾。这些东西都不可以讲，好 ，OK。我刚把迄张铺咧我的脸书了，就有人去导，你敢知？我脸书讲搞要搞红色处罚一礼拜外久，我讲啊，你嘛搞讲我到底在犯什么？倒一条嘛，对不对？伊讲你家己去看啦，啊，我咧找规部都无，你敢知？
学生，咱做神社，你学生唔对，要甲学生处罚是啥讲？阿拜你莫做同款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无甲我讲反得一条，啊，你家己去看。所以我讲，啊，脸书要求啊，啊，唔得 AID 甲我回答的，你知无？你家己问啊，申诉伊讲，我马上足紧的，二四点钟就甲你回讲，啊，你就无法度，我就感觉决定你就是有犯错，就是话啦，要求啊。所以即摆脸书这干是嘛？民进党政府在控制呢？敢会用安尼哩吗？起码有够歹啊，有够硬啊，敢唔是？对不对？咱追究十当，人讲较歹听，过去日本人殖民统治，啊，过去国民党来有戒严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为东华叫民进党，咱偌济人赚钱都有诶无诶，大家咧甲支持，那起码是咧控制咱诶时阵咧。阿妈讲咱今日甲你话说个要死共款啊，啊，讲一句也袂用哩，啊，即种诶是变作安怎？变作要上天共款啊！你敢知？甲咱吞他呢？所以这个民主主义，我甲讲，啥物民主主义呢？即摆民进党就讲，我人较侪啦。咱在阿扁的时阵是雕秀，哈啊亚大，就意思讲，我虽然选到总统，但国会是在亚当较侪，所以呢，真侪法案未过。好啊，所以呢，有较艰苦一寡，所以老百姓讲，啊，无互你全面执政。国会嘛，你也817万对不对？但是伊即摆变啥物货阿爸起来呢？伊无咧甲你讨论的啦。我人坐就对啊啦。啊，你有啥物唔对的时阵，我甲你调查，我都无爱互你过嘛。你要做委员会，伊就无爱互你调查委员会，伊无爱互你过嘛。啊，有啥物臭尻川惊人知咧？对不对？你着好，你若好大，有叫小好的时阵，你着好来叫调查，甲老百姓迄个就对不对？医院业业低的，好，所以这就是讲，伊的民主即摆人坐就好啊。我有一届就感觉讲有一个法案，啊，因迄个吼，咱知立法院是分委员会啦，啊，委员会交委的主席啦。伊甲我讲，施老师，啊，无安尼啦，下昼有即委员，你若敲会好，若讲好就好。咱知影，咱古早时阵拢会讲道理嘛，对毋对？对毋对？而且迄是甲老百姓答应的物件爱去做啊。结果下昼来讲，施老师歹势啦。啊，顶头讲唔好啦，唔好。啊，无你甲我讲啥唔好？对啊，都会唔好。对唔对？你甲我讲一个道理，对唔对？过去阿扁的时阵是，当然阿扁做总统袂应该干掉啦，哈。OK， 但是伊上无面啊，臭臭的，甲你讲啊，讲啊无教授，安怎咧？即个小英唔知啊，袂讲你啊，笑到甲迄个扁啊，伊迄个白雪公主扁啊，七个小矮人啊，拢袂讲你啊，对唔对？夭寿啊，对唔对？好啊，所以咧，即个无咧讲道理的。好，所以我刚才讲民主自由拢无啊，进步是啥物？好，当个民主自由就是政治改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过来是进步，就是讲社会改革嘛，社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过去对弱势者的关怀，好，啊，对农民、对劳工的关怀，好，比如讲伊劳工讲。我是公亲，不是事主呢。啊，你若无欢喜，就甲头家断刀啊嘛，对唔对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我即摆呢，我唔是，我唔是的。你政府是甲头家，你是我的公仆呢，对唔对？我无爽的时阵，我袂来变刀呢，唔是断刀啊尔呢。伊敢会可能予咱变刀？无啦。好 ，OK。所以呢，那个看起来讲，这个社运这部分，我甲比较几个社运就好啦。第一呢，上。老嫩的大概就是环保啦，环保。对因来讲，咱拄仔咧干掉迄棵云霸迄棵有无？姓罗迄棵因老爸有无？罗岗出身的啊，民进党啊，偌济拢是罗即个劳政、劳工阵线出身的嘛，对唔对？过去迄阵是讲关心咱的罗岗，即卖咧，大家拢又洗洗穿西米露，连恁的查某囝拢做权贵，恁的美国民党权贵。因老查某囝讲，迄是公司是人个啊，是啥个？是恁新潮流个啊，新潮啊个，是毋是？你毋是公主，逐工都穿水水做啥小委员？啊，同款啊！你看遐细裤迄个李慧茹啊无？啊，做芭比娃娃，做矮脚迄种型啊，干算你做议员是要死哦！啊，你讲遐有需要就好啦，有需要你知影吧？对，有需要。咪做立委嘛，啊，即下来就去做迄个啊，做立啊，做议员，做立委对唔对？啊嘛是同款啊，啊嘛是咱水水啊，迄种型啊，你同款对唔对？啊伊就怎，咪做造文呢？起来做造文，啊伊到底教育文化伊把啥小？啊讲到歹听，咱遮一块细大，迄块立委，嗯，大家有印象无？
啊，叫我助理嘛。哎，啊，即摆来呢，人本来有一个姓陈的要选立委有无？你有印象无？迄长的人嘛，爱硬甲客气伊。啊，去你了就马上去做立委，啊，就做调位呢。第一届选着来做调位，三碗尻川几斤毛尔呢？食无三杯饮才要上西天啊！啊，这是民进党啊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你讲社会改革，迄就是欺骗社会。尤其是社会上上弱势者的人，食人的肉，吞人的骨，连屁骨还退出来呢，还要受迄种刑罚的，农民就好。啊，讲到这个陈吉仲吼，这是阮的学弟啦，天都乌一边啦，咱农民有足侪代志拢爱做的呢，谁啊小英遐尼爱听？当然吼，小英爱听，拢会流目屎啦。林冲吉啦，吴钊燮之类啦，哈、哦，你若到流目屎时阵，你就搬他走啦。哦，所以林冲吉呢，照讲咱农业是算作用的呢，咱的农民的技术为日本时代迄一挂发展的，咱的一挂遐有做遐农业遐迄、那个吼遐、一挂遐摕去中国去，情拢种袂遐好呢。嗯，但是呢，伊无要处理这个问题。伊就是甲你讲，啊，你即组、即组、即组，几万人、几万人，啊，你爱有偌济人、偌济钱，啊，你爱加摕个白条加就好。嗯、所以有诶，等一寡朋友讲，啊，啥人拢无咧做短期、中期、中期、长期诶计划，讲唔出代志才来处理就好。出代志才来处理。啊，出代志诶时阵，你有甲我估计嘛？啊、你知道，这就是马奇维里金王论讲诶讲。你唔好主动给老百姓，因为这老百姓袂甲你感激感恩，伊甲你高情的时阵，安尼伊就会感谢你。啊，所以变作是安怎？你敢知？有当是乌蛇甲白蛇，大家斗空啊。青蛇永远是放毒啦，啊，你是白蛇才甲你救啦。啊，阮翁许仙做大高人，你敢知？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做稻糠啊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农民对来讲是一个工具尔嘛。你刚看到来猪的迄阵，我要求咱饲猪，唔是干这个屏东尔呢？分林嘛，足济啊。啊，因为屏东是因的嘛，啊，分林是国民党的嘛，对啊。张立正是算国民党不党的嘛，对啊，对。好，啊，你来看卖啊，伊安那甲你糟蹋咱的遐农、遐猪农，当分林的黄小义起价。啊，甲你查销，永暗时调查阁叫你去，乜农民一滴拢惊嘛，惊死，噶唔是农民是弱势的弱势呢？啊，过来呢，啊，讲到的环保，环保遐个多多有讲到这吼赖这物件啦，对唔对？其实我阁看起来讲，啊，但是这应该安尼讲，就讲到底是啊，咱即马无电点，无够电对唔对？电无够用。无够用啊！即马拢咧烧即个吼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煤嘛，对唔对？好 ，OK。啊，但是呢，你佫讲绿能也无够啦。你看阮台中就好啦，我台中人。迄古早阮台中的时阵，差不多下晡时啊，天就较清，也是佮迄个过一暝时阵，透天光起来是六不了七点的时阵，迄眼看出海啊。你即马走啊太平洋，太天光，永暗时太拢看袂到啊，拢乌飕飕啦。啊，就是咱细胞会愈来愈歹，对唔对？啊，啥物是硬死要，一定是歪用这个核能，到底是为着啥物货？对啊，对啊。世界即马大部分的国家拢会用，讲核能是绿能。加一个国家，唔是加台湾，我只讲西方德国。德国，迄德国外计大家敢知？德国的电核能伊无家己用，拢为法国来，甲、法国买啦。所以唔好，啊，咱要甲谁买？好，对唔对？好 ，OK， 好。我所以讲，即个所谓的即个社运内底，我去讲一个就好啦。啊，若讲到即个女性即个权利的保障啦，民进党遮个人，你即摆看遮一堆。查某的遮，唔是因什么因翁是什么碗哥，无就是因老爸是什么碗哥啦。你是讲所谓你着做查某大安，就叫保障对唔对？无啦，无啦。你刚看到范云，你讲遐有诶无诶时阵，我着感觉有够笑亏啦。吼，卖家讲，迄加讲加了，我嘴烂啦。吼，我来讲傲大啦，傲大啦。吼 ，OK， 好啦。啊，来个，我来讲另外吼，我来讲个除了这以外呢，讲个教育就好啦。啊，民进党内底嘛，收一挂遐博士教授啊，啊，做教育，
做乱七八糟啊！这三十、这二十几年来，我的囡仔就建构数学嘛，乌白母、乌白迄个啊，啊，正侪教授踮教园内底，学生是拢看伊袂起的啦。对，吼、啊，但是教授嘛，有博士、有状元啦，啊，状元就教啊。对唔对？够尔啦，对唔对？等一支骨就进去揢同款安尼尔啦。OK， 有比迄姓郭的迄大哥较有价吗？讲话歹听咧，吼、哦。所以我都话你讲，即、这个吼、哦、民主进步都无啊。过来党啦，党，民进党是虾米货？民进党唔是政党，好、哦。当然，各国大立委在遮讲，咱最近民进党大概是有几挂嘛，党外人士嘛，是，海外一挂人回来嘛，哈 ，OK。其实即摆呢，我甲看起来差不多是两个大势力啦，一个是蔡英文的人啦，对，一定是新潮流的人啦，好 ，OK， 好，新潮啦，哈，好，新潮啊，先讲新潮流好啦，好好，先讲新潮流啦，新潮流过去遐个人差不多是有五来人啊、古语人这两粒头头人因开始的啦，好 ，OK， 啊，因到底是什么碗糕我嘛唔知影啦，但是我知影讲因斗争是足够的啦。啊！因古早是讲啊，因足进步的嘛，所以因遐个人拢有去问过社运就对啊啦，利用社运过啦。但是你甲看过来，即摆绿能三有诶无诶，遐拢是新调的啊。你甲讲迄云百较有几间，人迄欧洲的迄个公司来，你敢知要做迄个叫做啥物货？遐绿能遐公司，我风力发电啥有诶无诶，人因拢知讲要找啥人啦。人古早是找大哥。对，今嘛唔是啦，爱找倒一个管事长的迄个就对啦啦，吼、哦，夭寿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人啦，所以呢，因今嘛是变作安那呢？是你讲学运就有法多接吗？无一定有资格通接哦，好、哦，你都系摸咪人的查某囝，好，因、哦、爸爸嘛，你是摸咪人的后生嘛，威、okay. 龙嘛，好啊，好、哦，因爸爸、因阿伯嘛，对啊，对，你是讲遐尼济人，你清清菜菜，你着少年，着我多迄类吗？有道理。OK， 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就是接触人，理想拢无啊，哈，理想拢无啊，过来呢，小英这人就好了。小英这组人是甚物货，我无啥知影，他别讲啊，伊这人大部分拢唔捌，咱古早。咱古早的时阵，你知道？咱较大学的时阵，你知道？你甲因抗争啊，吼，偷偷啊，你甲伊吼，你知道？精神上甲伊抗争对唔对吼？啊，帮人猫一下好。啊，遐个人过去，咱唔知道是甚物碗糕，甚物小，唔知影啦。知影。但是呢，以后像我那一挂学长、学弟、学妹，拢是代代发落去的啦。哦大家好的，你刚刚看到那个或者那个阿辉啊，你知大家知影叫阿辉啊，保定的来知无？阿辉啊，保定知。啊，大家拢笑水水啊，耳钩啊有无？啊，那你阿问的时阵，拢笑笑拢唔知影对唔对？伊的价差不多就是科长尔啦，完全正确。好、哦，伊的价是。智慧财产的科长的价，啊，因为着啥？因翁嘛。对。啊，因咱甲小英是啥关系？咱嘛唔知影。我唔是讲查甫的关系啊，歹势，唔好袂讲哦吼，唔好袂讲，唔是我讲的啊吼。我讲因到底是啥物关系，咱也唔知影啦，对不对？因那一堆拢是一门忠烈，拢因遐的人伫的啦。因无啥物弯哥是非正道，因就是一组人踮遐啦。民进党吼，其实我坦白讲，民进党古早遐的人戆戆啦。安怎讲？伊唔知道行情，啊，变来去的时阵，你敢知唔知？第一批、第二批官，有当第一批排不到第二批，第三批官更加大、更加油啊！我无骗你，啊，计小够计啊！你知乌白体啊？你也唔知道？啊，这小英姐的人是知国民党贵个，但是国民党迄阵是奄奄一息，坦白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民进党是无啊贵个，你敢讲咱大家知水利会无？水利地。水利地是咱老百姓的啊，为清朝日本时代，迄是咱的地啊。即卖雄雄变作国家地去，我记一个就好。桃园加水利地就1000亿，所以拄仔咱的李委员讲嘛，100亿有无？对。我甲抽一声，100亿个啦。我总共我来抽一声，啊，这是加桃园尔呢，100亿呢。所以呢，拢是食咱的呢，有的人是食国家嘛，有的是食老百姓，客咱的血呢，这叫做藏富于民呐、啊，
藏富于民进党，对，藏富于民进党，各县市拢有，剩五分钟，好，拜拜，好 ，OK， 好，各县市拢有啦，啊是足敢死的啦，我老公我嘛听，我的朋友在讲啦，伊计划时阵，伊就甲你讲，我甲你打无，吹破就是加两倍，研究计划加两倍，加三倍啦，伊讲这加出来是我寄在你家啦，寄你家。藏富于民呐、啊，好，你知道有家世啊无？人讲前瞻基础就好啦，基础建设就是交通啦、排水啦啥有诶无、啊？你爱看，你讲我甲记一个咧就好啦。咱迄个朋友嘛有无出代志？有嘛？啊，内底有一个警示器嘛。你讲全台湾有二三十个警示器啦，无钱他做啦，爱两三当。到时啊，咱毋是前瞻基础较侪钱是拢开倒去。对，开倒去。对毋对？原来我过去十几档谈华人，逐档拢是有迄毋知当时的巧遇，我都算好命。天主有保庇吼，我家己讲有保庇，你毋知当时的迄个对毋对？对啊。啊，钱走倒去啊！啊，那落落雨的时阵呢、嗯，对不对？到底发生啥代志嘛？对啊，对，啊是啦，好 ，OK， 好啊，所以我个看起来讲，除了这以外，我记着嘞，我去记着，前瞻基础一般讲基础做好了后，才有更加进步的嘛，对啊，对。啊，咱拄下咧讲轻轨就好，嘛足怪呢。照讲咱即马台湾的铁路拢吼做，我在有做到倒位去啊，花宜兰遐嘛拢有做，就是讲拢高架化嘛。啊，所以我会记得是，我甲看丰原、台中啊、彰化、嘉义啊，迄、那个火车头嘛拢做足悬的嘛。啊，意思是讲，因为铁路口的时阵会妨碍交通，无唔对嘛。你讲的无唔 对，但是是安尼要搁做轻轨。轻轨不是跟咱的小客吗？是啊，那个哪像啥了？咱咧食高，那个阿来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代无治，搁去食迄种吼强心剂啦。对，心脏药。啊，无强泵的时阵呢、啊，所以你敢不要计划吗？有啊，就不要计划嘛，你看心得就好啊。啊，一个迄个球场会用啊起到迄种型啊呢，追加预算，追加到迄种型，吼、哦、，OK。咱高雄这个嘛是同款啊，对啊。咱不是反对钱呢，是反对做了尾啊，叫乌白开。对啊。咱即马有诶，这钱是为咱的阿公、阮爸爸。到我，咱欠长的多的，敢毋是？我真诶，咱是真诶是欠长的多呢。所以讲，这个是虾米人讲诶？是迄个讲啊，是好友谊，还是怎讲诶？吼，讲咱诶囡仔甲咱诶孙啊，嘿，就上无爱三十档，可能足歹过呢。对毋对？咱为着许，但遐夭寿啊，毋捌过个夭寿过咧。所以我即个看到民进党是啥呢？福寿礼啦，福寿礼。大家知影福寿礼无？本来印象是讲福寿礼足水，迄生迄两足红个足水，迄你甲看个，迄清水个，迄内底虫有够侪，大家太高啦。对啦，这就是的。啊，你搁想个，即马一群人呢，哪想什么碗糕呢？我迄阵问讲，咱成立政党是为了啥？为了理念嘛，咱的目标嘛，对不对？你爱去为着目标去辩护嘛？爱讲唔安尼啦，啊，咱选。调，咱都要较低调一挂啦，吼、欸。啊，那选调了后吼，才有资源啦，吼、嗯。啊，赢到政权才有资源、嗯。啊，有资源要创啥货？没错，要选举啊。啊，所以就他妈坐来坐去就对啊啦。所以我也看起来，因为这些人过去迄阵吼，阿扁来时阵吃香喝辣啦。马总统的时阵又够艰苦啦。对。你知无？那啥货？那吸血鬼，吸血鬼吼。嗯迄食迄番茄汁有无？食番茄酱啊，番茄酱，迄八档足歹过个啦。所以即卖二零一六的时阵拼性命食，食到腹肚吼，胀到要死，咁要吐出来，伊嘛好就对啊啦。好 ，OK， 遐侪钱是要死无啦？我安尼讲，我咧讲，我叫一个结论啦，夭寿啦！我刚才安尼讲，夭寿啦！这个夭寿震动在下台，好不好？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
不少研究都指出，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，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